我们这一两个礼拜哦，从上星期跟这星期是要跟大家好好来探讨佛陀的四圣谛啦。哦，那四圣谛在概念名相上面就叫做苦集灭道嘛。哦，但是如果直接从文字法相上面来诠释的话，大家不容易有真正的那个体会哦。所以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经验上面，不带任何那种有色眼镜的啊，然后没有任何抗拒的，没有任何假设的，你可以直接去观察到。对，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说，你看对自己的色身的这种现象，你看它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变化，有没有？在能量在波动，有脉冲，对，然后不断的在，就是心音，它不断的在消失，不断的在消失，哦。那对于感受的现象，你看我们随时六根出道境界，对，然后合意的乐受升起，不合意的时候呢，就会有抗拒的心，然后就那种苦受的感觉，对。然后没有太合意，也没有不合意，那就一种那种不苦不乐的那种状态。那六根随时在不同的因缘条件当中在处，对，然后里里外外哦，我们记得六根不是来讲一点对外靠，你看那我们的一根会触到我们的念头、想法、觉受，那么是里面的，所以等于里里外外的这种六根在接触到境界的时候，你看随时升起这种受的这种变化。你看它还是无常生灭的，对。那在这个受的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投射种种想，对吧？那我们平常会一直以为说我们的念头观念好像都很重要，很值得别人来重视，对。那其实你会发现，他说它都是一时一地的，我们的这些观念，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些特别执取的这些意识形态，其实往往都是一时一地的，哦。比如说刚这位师兄提到说，哎，有关素食的问题，你看像素食的现象在这几年它就变得意义跟价值就特别高，有没有？因为我们对于地球资源的这种有限性的了解，哦，然后跟对于说如果荤食的话，哦，养一只动物它就要消耗掉多少这些绿色的这些能源，甚至过程当中会制造多少这些那个二氧化碳，哦，所以变成说，哎，素食就有它的很特别的那个意义啦，哦。但是在原始佛法时代里头，哦，佛陀那时候他们没有这种问题，哦，那就是变成那算是一种农业社会嘛，哦，那他们出来托钵，然后如果说有信众愿意供养，然后他们供养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啦，对吧？那他们那一天他们煮了些什么，想吃什么，然后觉得供养僧众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那他们就拿出来供养僧众，哦，所以没有荤素的那个问题。那在原始佛法时代里头，后来特别把它搞成就是要强调，哦，特别强调说吃素才叫做比较圣洁的，这个那个历史发展的缘起你们知道吗？事实上是佛陀的表弟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为了争夺佛陀的在僧团的这种领导权，哦，然后因为 佛陀他们不忌荤素嘛，哦，他就特别强调素食，哦，而且呢，哦，强调不接受那个到人家的住的地方去接受供养，等于说，哎，特别标榜他们这是一种 更苦行的更精进的生活，哦，来那个拉拢一般对于修行比较没有正见的这些信众，甚至是僧团里头的这些成员，因为印度毕竟有它原本古老的那种苦行的传统。那个金曼马西阿内哦，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有的出家众有没有啊？他们那个比如说到山洞去住一住，有没有？然后披头散发的样子的时候有没有？然后照一张相回来有没有？然后就说啊，这是苦行的有没有？然后呢，一般人就会对他们很，比如说比较崇敬，啊，那对于像这种人类的内心里头，对于非常的，就是不是就是不平常的那种艰苦的那种行为的忍受，啊，
好像就会带来一种敬畏感啊。所以以前像在整个印度的过的那个有一种苦修的传统嘛，甚至佛陀也曾经这个样子过，对啊。但是事实上修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其实跟这些无关啊，它主要是在你的心灵上面真的能够去领悟到这个生命的实相，然后依据这个生命的实相的这种领悟，所以怎么样呢？见贪嗔痴，离贪嗔痴，让自己保持在走向一个痛苦烦恼，有没有逐次减少，甚至到最后怎么样呢？痛苦烦恼完全究竟熄灭的路，哦，是这样。好了，那你看呢？那以前佛陀没有这个吃素的问题，那现在吃素呢，会变成在宗教界里头，甚至变成在一般的信众里头，变成是一个很常常是很争议性的问题，好吧？那你看那时候的一时跟现在的一时，对不？一规约客观的环境在变化啊，所以呢，人在这个文化形塑的过程当中呢，所形成的种种价值观、认知系统，甚至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常常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老子道德经里头那个老子特别提醒的，世间人他因为他生活在这种 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世界里面，有没有？然后所以常常呢，他的是非善恶好坏，哎，都是随着各种环境因素在变化的。因此老子就很聪明，他就提醒说，所以我们面对到世间的各种是非善恶好坏呢，你要怎么样？你要了解他的因缘，尊重他，对不对？但是呢，不用受太受到他影响，他是这样讲，哦，是这样。等说你要自己要有一个，等说要有这种自知之明，然后要有自己的这种决断，这种判断，这样。好，那来，那你看，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也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他说啊，你们学佛法，学佛法不吃素就不慈悲啦，有没有？然后会变得他讲起来呢会很理所当然啊，哦，那。你看哦，你看这就是他的，有没有？他对于所谓素食跟修行的观念，有没有？他的想造成他很强烈的这种执取，那甚至呢变成说因为素食的问题而可以呢否定，哦，所有其他可能有效的这种修学的这种方法啊。你看想对人的影响很大，对，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啊，知道它是一种工具性的，就像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是可以拿来好好运用的，但是呢 不一定需要沦为大脑的奴隶，对，上礼拜我特别这样讲，电脑是拿来工作的，对，电脑不是拿来当做你的主人的，对，它是这个样子嘛。那所以比如说像今天早上那我去买花盆的时候，那突然听到那个很震撼的声音，一个妇人讲很大一声的声音，哎，世间人本来就是充满贪嗔痴嘛，啊，他这样讲，哎，我想，哎，这是一个好像也有在那个学习佛法的人哦，那不然他怎么这样讲？但是我这样想，哎，那他知道说世间人都是常常都有这种贪嗔痴的习气，哎，那公牛那叫多像那个样小妹的哇啊，然后就哎，我就进去做稍微那个注意听一下，哎，他真的是在跟人家吵架啊，他说另外一个人啊，以为呢他是修密宗的。他说其实我们修这种是九转心，不是九华心，那九转心跟什么密宗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当下我就觉得这里是一个好问题，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好，你看那个妇人知道他在修九转心或者九华心，对啊，那我们学原始佛法的在修的是什么心啊？啊，你觉得嘞？慈悲心，哎，解脱心，哎，清净心，哎，这些都是啊，哎，但是我们说在，你看在佛法的修行上面，它不是说，你看在那个当下，我在修的是九转心啊，那我现在这里升起的这种强烈的嗔心跟抗拒，那跟你在修行就其实它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个是在修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佛法里头的修行没有从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片刻区别开来，而说有另外的修行方法，没。对，你说
是不是慈悲心是当下？哎，你看嗔心，那你看到嗔心，所以你要自觉性的用慈悲心去转化，它是在当下，不会说我修慈悲心，那我大声骂人，那除非是怎么样？你这时候思念、思量，那你思量的时候，你警觉到，对你警觉到了，那你马上就能够当下去转化，这就叫做修行嘛，那我们当下被贪嗔痴给覆盖住了啊，所以觉察到贪嗔痴的这种习气的作用力，哎啊，所以呢，能够转化成一种对境界的这种随顺无常观，对不对？然后那种粘着取着的这种贪欲心，让它熄灭下来，所以怎么样？心平衡，然后体验心从境界当中解脱，对。那所以它都是在随时都是在当下在进行，不是说有另外的境界叫做修行哦，没有。在原始佛法里头的修学，它就是生活，它就是无间断的六根住境的境界当中去觉察去舍断，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再举个蛮好玩的例子，禅宗里头有个很好玩的故事嘛，有个叫德山禅师，对，那德山禅师他本来是一个大法师，他是讲金刚经的，然后他觉得说啊，那时候禅宗呢根本都是那个口头禅，然后根本就空洞的，所以他对于禅宗呢很不以为然啊，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禅师叫做龙潭禅师啦，听过这个故事吗？哦，只有几个同学听过的样子，哦，有上过我的课的有听过。然后那个德山禅师呢就想，好，他就是要去踢馆，要去挑战那个龙潭禅师啦，那挑着他所住的那个金刚经，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见哦，德山禅师绝对不是一般那个那叫什么呼隆呼隆随随便便的人，他自己深研金刚经，然后自己也等于说他自己有他修行上面的那种正量啊，体验呐，不管说体验到什么程度。但是呢他就是不相信说禅宗可以不立文字然后当下直接见性体证那个真理，他不相信这一点，认为说一定都是要透过这些，比如说你看那个文思，然后不断的在那个 经典上面呢下功夫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停一下，任何真正的禅宗的大师没有不经过文思修正的阶段的啦，其实是这样啦，只当他们觉悟之后呢，用于在开导众生怎么样契入那个究竟实相的方法，他直接想要企图跳过文思的过程啦，是这样而已。好，那个德山大法师呢，他一副不以为然啊，所以就挑着金刚经有没有，然后到那个西湖那边要去找那个龙潭禅师啊，然后走到那个山坡下，那早上啦，然后那个肚子饿了，又有一个太太，有一个阿婆啦，在那边卖豆浆啦、烧饼、油条。然后那个他看到那个这个阿婆呢，看到这个德山禅师呢，哦，一副他很威仪很好嘛，然后好像是一个有道的这种修行人这样，然后他就问他说啊，那个啊法师啊，你那个背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啊？哦，然后那个德山禅师就是我写的《金刚经》书抄，哦，然后那太太就跟那个阿婆就跟他讲，好啊。那《金刚经》里头说，哦，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对。那你法师，你现在要点的是什么心啊？哪一个心啊？啊？那德山禅师当下愣住了。我们也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这个几个礼拜来有没有？哎，你看过去无常生灭啊，未来还没有到啊，那现在身体就灭去啊，那你的心怎么安住呢？其实是一样的问题。那你看，那德山禅师、德山法，这时候他是大法师的法师，愣住了。所以那个婆婆在跟他讲：“你如果答得出来，今天早餐算我的啦。”但是德山禅师、德山法师没有办法回答。那是我刚想今天早上想说，哎，那个太太在那边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修的是九转心。那我们原始佛法要修的是什么心呢？哎，那德山禅师在德山法师在这个时候面对到人家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那他能够点哪颗心呢？对吧？那这是也是我们的问题啊，这是一个从修行上面，对，
必须要去随时去面对的嘛。好，那么回到这种文字的叙述上面，在原始佛法里头的修学，对，见证实相，然后断除对于这种无常生灭缘起的现象的这种贪嗔痴的这种习染嘛，对，所以他在修的是一个，他要导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无贪无嗔无痴，对，明觉不动摇的涅槃妙心嘛，对不对？我说从文字上面来看，当我讲这么多次的，这已经不是禅宗的方法了啦。好，都说你看，但是我们在原始佛法里头，对，我们在修的是这样啊，如实之见到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实相，哎，里面的外面的，它都是无常缘起的，哎，因为它是无常的缘起的，所以它怎么样呢？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也不是我的，叫做非我非我所，里面也没有一个我，对，叫做不相在。所以呢，因为它是无常的缘起的无我的，所以它怎么样呢？是与空相应的。因此在出道境界的时候呢，能够随观这种无常缘起，哎，所以当下怎么样？自觉性的离断贪嗔痴，对，让贪心嗔心都熄灭下来，心就能够怎么样？进入一个平衡不动的状态。那进入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怎么样？你看心就达到那种明觉而解脱的境界。所以原始佛法在修的不是在生活之外有其他的心好修哦，不是说躲到山洞里头才在 叫做在修心，有没有？它是在每一个片刻每一个当下保持对于当下的现象的这种如实之见，哎，然后怎么样呢？能够内观，有一种内在的审查，哎，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对，导向于无贪无嗔无痴的状态，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绵密的念住跟转向的转向跟超越的过程，到最后怎么样呢？从原本充满贪嗔痴的强烈的习气的这种拉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变成能够怎么样自觉性的去调伏这个贪嗔痴的这种拉力，哎，然后从这种调伏的状态，心越来越有力，啊，无常观越来越强。啊，所以你会能够怎么样就变成慢慢迈向说从调伏拉扯的阶段进到看到就断，看到就断，是吧？所以就进到这种随观随断的状态，痛苦烦恼就变得非常少了。因为一看到痛苦烦恼的升起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看到是自己的贪嗔痴的投射跟执取，所以一看到了你就能够去断它。然后在借有这样的阶段慢慢进到怎么样呢？完全没有贪嗔痴，也就是彻底苦灭的状态。哦，这是一个不错的因缘啊。哦，那这样做一个总结，等于这是原始佛法里头的修学的要点跟方法。我们在修的是一个彻底苦灭的心，啊，所以呢，随时在六根触境的时候呢，见贪嗔痴，离贪嗔痴，直到怎么样？无贪无嗔无痴。所以不是远离生活境界之外有其他的心可修，哦，是这样。好，那这个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心，哦，在我们说在佛法里头，哦，我们说之前讲色受想行识，哎，色身的现象，感受的现象，念头的现象，心行的现象，意志的现象，还有觉知的现象，叫做色受想行识，对。其实认真来讲，这个心比较接近五音里头的行音，所以我们常讲心行，心行，有没有？心的这种能量的流动，心的这种冲动，心啊。那我们这样上礼拜已经讲到说，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命经验，你可以看到说，哎，身体的觉受它不断的在变化，心理的觉受也不断的随因缘条件在变化。种种念头种种想法也不断的随各种文化因素随各种六根触境的条件在变化，我们的心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心情也是这样，有没有？比如说这怎么看呢？有时候你看你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有没有？刚起床的时候呢，大概会觉得啊，身体有点压力，有没有？对不对？承担这种年纪也在现在起床不会像他们年轻人这样一副就 一下子就很活跃的样子，比较不容易，对不对？你看你那时候会容易心会感觉它比较钝一点，比较较无力的那个感觉，较沉重的那种感觉，心，是吧？
那经过慢慢慢，大概到那个动一下动一下，哎，慢慢身体轻松了，心才会变得轻松一点，那你看那个心，那有时候等于说，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身体的状况呢，不是来自于身体的状况，也不是来自于这个时候触到什么合一境不合一境，那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比如说，哎，你看闷闷的，有没有？有时候突然不高兴啊，那个哎，那这就是一种行阴的状态。不自觉的，哎，那种闷闷的感觉，有没有？甚至有一种那个不愉快的那个阿杂开关尴尬，哦，那叫苦受。但是他这里头有他的那个心型的那个状态，我们的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做些什么事情，有没有？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其实这个就是属于心型的部分，就是你的心。我也是讲，当咱的他看，哎，还没有很自觉到底在想什么。啊，那身体的状况也都没有，大概蛮平常的。但是我们不自觉的呢，就是好像那个内在的那个状态，比如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呢，好像就有某种冲动，对吧？那个就是行音，就是行。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在的这个心情的状态不熟悉的话，它变成什么样呢？刚刚这个时阵，你唔知道这是一个心型的状态。那就变成什么样？就可能因为心不高兴啊，不愉快，在这种不愉快的这种状态，然后他怎么样？他产生一种冲动，你可能就想骂人，有没有？然后动作就可能比较粗，有没有？然后甚至因为心理上面的这个状态呢，会引申你对这个状态的更进一步的抗拒，有没有？说你心情不好，啊，你感觉这个心情不好，你感觉都不好，有没有？啊，所以就会越沉重。然后甚至会沮丧，然后呢，脾气变得不好，有没有？心情，这就是心情。那有时候我们做到境界，哎，那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天气啊，它对一般人来讲，可能就不会是一个很好受的天气。那你如果像风和日丽，有没有？那阳光很亮啊，风很凉啊，哎，那时候你就觉得，哎，自己的心就蛮高兴的，蛮开心的，有没有？那所以就会怎么样呢？就突然之间啊，有很多乐观的想法都跑出来了，有没有？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哎，就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你看，像年轻人的时候，有没有年纪轻的时候，又比较有伟大的梦想，有没有？因为身心轻快，所以他可以因为心的这种愉快，所以可以提出会有很多的构想。那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有没有？你就发现什么计划都好像已经不太容易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哎，不轻快了，然后心呢，常常必须要去承受这个身体的这个沉重的压力感，啊，所以呢，心呢变得比较没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稳重，对不对？但是其实是比较没力，其实是安内啦。好，那现在看，那看从一天的这种心情的变化，跟你看从我们说从婴儿，哎，然后到幼童，哎。然后到那种那个少年，然后到青年，然后到这种青壮年到壮年，你看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或者说每天一天里头24小时分分秒秒的这种变化，你看到什么？我们的心型有没有？其实它也是一直随着各种因缘境界条件在升起的。那你心，我们一般讲叫做心，有没有？心意识里头的心。那这样清楚吗？啊，所以如果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心型，它这种缘起的无常生灭的这种特质，你没有自觉，我们就容易变成怎么样？变成自己心型的奴隶。你家己无法度感觉到你今嘛这款心灵的这款状态，然后呢，被他驱迫着说话做事情，然后变成不好的脾气，或者那个很冲动的那种行为，有没有？这样知道吗？啊，所以。你看，再进一步再看到，所以这个心本身，它也是无常生灭的。对，那再来，我们说是就是一种觉知的作用。那这种觉知的作用怎么升起呢？在佛法里头，跟在我们的生命经验上面，其实很清楚。对，它怎么样？六根去接触到境界，就会有识升起；眼睛接触到色尘，会有眼识升起；耳朵接触到声尘，就有耳识升起。鼻子接触到香尘，就会有这种那个香识升起；哎，舌识接受到味尘，就会有这种味觉味识升起。身体触到这个冷暖气滑，哎，就有这种身识就会升起。
然后我们的脑袋有没有一根呢去触到这个法尘，那就会有种种念头想法升起，就意识就会升起，这就是识的作用，觉识的作用，有没有？所以你看识它是也是随着各种因缘条件六根触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也就等于说怎么样呢？ 整个我们众生的整个身心的这股能量状态，它事实上呢会一直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条件而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从我们的心现在讲，等于说没有真正去认知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究竟实相，这个真相，对吧？有生命，有色受想行识，但是这色受想行识呢，这个身心现象呢，是不断的在流变的。对，所以我们上礼拜说，它就像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流一样，河流不会有同一个时刻是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那个希腊一个哲学家叫毕达哥拉斯嘛，哦，他是一个，就我们那个一些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几何学的那个定理，就是他那个发现的嘛。然后呢，他就说一句很有名的话啦，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啊，两次踩进同样一条河流里面，一大里面一定无同款，能干一定是无同款的。这就是生命的一种本质啊！你看，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里面的有没有？没有一刻是一样的。外面的，对，比如说你里面以你自己这个皮里面的，你看它不断的变化，没有一刻是一样。外面的有没有？从你之外的这个外身也没有一刻是一样的。哎，那现再从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那你看到周现在周边。很多人撑着雨伞在走路，对，很多的车子，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忙碌，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梦想，然后很多人赶着去约会，很多人赶着去应酬，有没有？很多人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有的人做完的赶着回家，哎，看到没有？这很具体，不是吗？你看，整个存在的实相里头，里里外外，都是一种停歇不下来的一种流动的状态，对吧？对不对？啊，眼睛稍微闭一下，感觉一下看看，啊，它是一种没有间断的永恒而极尽的流动，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无间断的永恒而极尽的流动当中，因为众生的心没有去认识到这个实相，所以他怎么样呢？他是活在自己所投射的，我们说他的想法里面，他的颠倒妄想里面啊，我赶紧要得到什么，我赶紧要种什么，那么安怎是我的安怎，有没有？等于说他不如实之见这个生命的这个究竟实相，而活在自己啊所构设出来的颠倒梦想里头，然后以他那些想法投射他那些冲动，然后经验他所必须要去经验的这些苦乐受，啊，然后不断的在境界当中呢不断的浮浮沉沉，啊，而且通常怎么样呢？带着很多的紧张，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不安，有没有啊？或者呢，很多得意的时候呢，就很得意忘形，或者很开心；很多失意的时候呢，他就很痛苦烦恼，不可开交，有没有？那有的人在得意跟失意当中呢，有没有？有的人呢，没有办法自处，对，啊，常常呢，就在迷惑里面，是不是啊？啊，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吗？整个的实相，哎，是一个无形无相的永恒而极尽的流动。那在这个永恒而极尽的流动的这种，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宇宙的这样的一种能量里面，啊，那它会缘起怎么样？缘起山河大地，缘起动植物草木，缘起人界众生的这些身心现象。但是这些身心现象
哎，他在生生灭灭，他在显现，他也在灭去，他的本质其实并没有远，并没有背离这个生命的究竟实相，哎，是不是这个样子？体会得出来吗？但是呢，一般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会怎么样？活在那个叫做所谓的颠倒梦想的世界里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不是活在一个实相的世界里面。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心就不断的跟这个究竟实相，从心不了知无常，他就很难契入这个无形无相的永恒而极尽的流动的这个实相。啊，所以他就会怎么样呢？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不断的在抗拒这个生命的现象。对，这样清楚吗？所以佛陀为什么会那样讲？一个人如果正确的观察色受想行识，我们说这个身心现象，它是无常的，它是缘起的啊，它就会怎么样呢？断除对于这些无常生灭的身心现象的那种欲贪啊，所以呢，心就容易从这样的一种身心境界的这种流动当中，怎么样停止贪嗔痴，心在一种解脱的状态。这怎么体会？比如说你去站到淡水河边，不是跳下去啦，站在淡水河边，你静静的看，其实就是类似那种感觉，河流一直不曾停歇的涌动，然后一直往前流去，从来没有停歇。生命也是这样，只是呢，我们不会静静的看着这股不断在流动的生命之流，你的身心有没有？你的整个五阴的能量的流动就是一条，就是一条生命之流啊。别人也是这样啊，哎，所以你就是一条淡水河，别人也是一条淡水河，哎。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懂得静静的看，我们都掉在河里面，啊，所以随着河里面的状态呢不断的流动，叫做水转，所以不知道，就不知道说，哎，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佛陀才会这样讲啊，有没有？在原始佛法里头，要断贪嗔痴啊，为什么说我们一般人的那种修学，他往往在背离了生命的实相，或者说生活的实相之外呢，在另外找到那种修行的空间。而佛法的修行，它就在生活里面。原始佛法的修行，它就在生活里面，甚至就在哪里？就在我们六根触境的当下，就在当下的起心动念里面在修学，因为它是活在实相里面。那所以佛陀会一直强调说，你如果不去见证到这个生命的无常性、逼迫性，有没有败坏性，就会以为你可以构筑这种黄粱大梦啊，所以呢，你就会活在自我的这种构筑的颠倒梦想的世界里面，因此你就很难从这个世间的种种境界的投射跟抓取当中，你就很难超越出来，你会只在这里头做梦啊，啊，那佛陀告诉你说，是的，你可以做梦，对，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些梦都是无常的梦，啊，就好像在沙滩筑起那些沙堡一样，无常的风浪一吹来呢，你看那就都灰灰烟灭了，都被无常的风浪随之就席卷而去。你要好好的去看清楚这点，不是没有生命，是有生命这些现象，但是生命现象的这些本质是什么呢？所以你进一步从这种缘起的无常的现象，你慢慢会看到说，哦，原来在这个缘起的无常的现象当中，它就是一种永恒的一种流动，永恒的生命能量的流动。那透过这样的一种领悟，你所以佛陀会说，你看你会透过无常观，然后你就会慢慢呢懂得去断除对色受想行识的欲贪。那进一步，你如果想要这种无，想要从这种无常生灭的境界里头解脱出去，那你就有可能啦，对，因为你见证到实相，所以呢，随时在六根触境的当下里头，安住在这种无抓取的平衡、不动摇的明觉之心，有没有？
就能够完全超越这种生灭的境界啊，啊，所以呢，就能够去体证所谓的阿罗汉的境界。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已作，次之不是后有，他就是这样来的。先喝一下水好了，你们有的快睡着了哈，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嗯，不过没关系，不过我昨天我们现在休息了哈。上礼拜我在考虑，哎，我们休息的时候这样会不会打断大家的睡眠啊？这样会不会让大家不好睡啊？还是就一直讲下去，让大家一直睡下去好了？你们觉得要用哪一种的？不知道你们来这边坐着能睡，那表示怎么样呢？表示说我讲话的声音还是不会很刺激啦，所以还睡得着。好，休息一下了。我们从上礼拜到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不戴任何有色眼镜的，有没有直接去看清楚我们在经验的生命现象。我们的生命经验就是这样，身心现象随着因缘条件而不断升起，而不断灭去，从来没有一刻是一样的。这就是佛陀的无常观，佛陀所教授的无常观的这种深意。那你如果不了解，你看不了解这个生命的实相，我们就会容易在境界当中，有没有？那造成那种不自觉的这种自我中心。那在这种自我中心当中，你看我们不断的去会去抗拒生命的流动，对不对？有没有？明明台词在过去啊，好不？三十年前的，今天你个心中还是个提起来该生想，好不？那，看看我们没有办法啊。你如果没有自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在生命的实相里面，而你不了解这个生命实相的时候，你就往往就会容易活在真的就是颠倒妄想的世界，活在记忆的世界里面，有没有？然后呢，随时呢拿那些已经早已经过去的发臭的变酸的那些东西呢，来让自己的心辛苦。你没有办法让它像河流一样，让它这样流过去，对吧？所以原本佛陀的这个正观五蕴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见，正见者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净，喜贪净者说心解脱，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就是阿含经里头的无常观的第一篇。就后来转成什么呢？转成晚期佛教，比如特别在汉传佛教里头的般若心经，有没有？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但是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地方会有所误解，因为你如果没有经过无常缘起无我的这种正思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空这个字眼，对吧？上礼拜你讲放空，空这个字眼跟实际在发生的色受想行识，它是互相矛盾的。五阴是实有的，哦，一是无为啊，空是没的，空是无啊。但是五明明有身心现象啊，它不是空，不是吗？对不对？它不是空啊。那你上礼拜问的就是这种问题啊。那怎么样？怎么叫做放空？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问题。那一般在一些这个佛教界里头，因为他不了解这整个的原始佛法啊，它是从这个无常观啊，从生命的实相里头进去，然后转化到空观的这整个变化的过程，一下子就要谈放空，一下子就要谈空，是吧？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思。那实际上，透过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大家就可以了解说，哎，所以在般若心经里头，他讲的照见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一回事呢？有没有？你就是看到说，哎，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些色受想行识这些五阴的现象，哎，它是什么样？无常的，哎，它是随因缘条件在变化的，所以它没有永恒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呀、啊。
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这边 做主啊，它就像河水一样不断的流动，不断的变化。所以呢，从这种有相看到它的缘起，然后几乎跟就像无相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缘起的显象。那就像这个麦克风，对，它是有背后有很多的因缘条件而升起的。如果没有这些因缘条件，这个麦克风不会存在。那当这些因缘条件，其中只要有些因缘条件败坏了，麦克风的功能它就消失了。是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到这个无自性、无实有，所以它怎么样与空相应？这是原始佛法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啊，所以你才会去体会到这个意思。哎，所以照见五蕴皆空，不是五蕴什么都没有，哎，是五蕴本身是缘起的无自性的，所以它与空相应。哎，因此怎么样？当下觉知到五蕴的现象，色受想行识的现象，但是你能够怎么样呢？就断除贪嗔痴，让你的心与空相应。哎，那这样就要变成怎么样呢？你有在经验到五音，也等于怎么样？不就是不会随着五音而流转，是吧？那所以你的心就能够与空相应了，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说啊，要去所谓的对于身心现象的能够真正去放空，它不是进入一个空相或者空想里面，而是反而是刚好相反，是如实觉知到当下的现象，照见当下的五蕴，哎，它是缘起的、无常的、与空相应，所以怎么样，心没有任何偏执、欲贪、抓取或者抗拒。所以你看，你这直接就从五蕴现象当中解脱出来了，当下就可以体验到这种苦灭的境界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原本我们在这个阿含经里头的这种教导啊，其实反而是很容易让我们来体会到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在发生。发生在我们生命经验当中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它怎么样在缘起，啊，所以呢才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如实之见，心里头你看会建立起说对于生命的实相的这种彻底的如实的这种正见。因此可以怎么样，你自己就会很确定一件事情哦，比如说生命它是一种无常缘起的，这对你来讲已经无可怀疑了，哎，但是你会发现接下去也是一样哦。所以如果对于这些生命的境界你不随顺这种无常缘起的条件来重新对待、重新取讲，老是活在自我的这种意识做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底下，在抗拒境界，要境界来配合你，要人事物来配合你，你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下你的贪嗔痴就会起，一直滚起，一直涌动起来，啊，所以苦就会一直升起啊，对不对？自己去确定一下。那你如果确定了，你就看到什么？这就是四圣谛里头的前面的两谛，无常不断生灭的、不断败坏的这些现象，叫做苦谛。所以苦不是在讲烦恼，是这个生命的实相、生的实相。你看，它就是这样在像在燃烧一样，所以生，然后呢，不断的燃烧。慢慢呢，好像能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烧焦了，有没有？就老了，有啊，鬼龙大体，然后就越来越多那个不流动啦，啊，越来烧焦的部分越来越多了，凝结的部分越来就病，到最后呢都没有办法了，有没有？整个色身就败坏了，死了，就死，啊，那这就是无常啊。那你看，像我们的整个的六根，就整个这个六根报身的这个境界。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天他问我说：“那个，哎，怎么样去看那个无常？”我说：“看我的眼睛就知道无常。我的眼睛像什么？既近视又老花又散光的呀，这个叫做无常。但是我以前不是这样，呀，看看自己的身心整个状态，有没有？看这个叫白头发，呀，你就知道这是无常，并不是像部派佛教里头另外有一派啊。”他说你要那个进入那个很深的那个禅定，再借由禅定力然后转观啊，转观你的这个
身体啊，就是那个叫做地水火风空四，然后世界十二种特性啊，然后去破这个色聚，然后在这个破这个色聚之后呢，然后再去看每个六根的处理头那种变化的那种现象，在原始佛法里头没有那么麻烦。其实，比如说你如果用你不用进入四禅八定再去转观，你用你的眼睛，用你现在当下的触觉，用你的嗅觉，用你的听觉，你就发现你在触的任何现象，没有一个现象不是无常真昧的，对不对？都是无常的，整个就是无常之流啊。那差别在哪个地方呢？我们一般第一个是你没有这种无常的知觉，第二个是你好像认定无常，但是在触到境界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一回事，就是不断的是投射贪嗔痴啊，投射自己的爱恋，投射自己的嗔心，有没有继续去投射自己的恐惧跟不安？你不是正在活在用无常观里面在调伏自己的贪嗔痴，所以不是佛陀的直接经验的无常观出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用心在经验当下的无常的经验啊，所以呢，不自觉的就陷入那种我慢无明里面，在无常生灭的境界当中，好像是吧，投射一种永恒的固定不变的那种执取啊，所以呢，就在这里头叫做颠倒梦想，就变成在这边受苦。所以事实上，你看，你如果像佛陀哦，他觉悟之后，第一次说法在说的就叫做转法轮经。其实他不是像晚期佛教里头讲的说啊，他觉悟之后呢，上天就变成升到天界，对那些大菩萨跟天人说华严经，不是这样的啦。在历史的记录上面，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一个完全跟我们一样，这个五阴的这个报身的几个人，对吧？然后透过六年的苦行，发现不对劲，带着一种绝望忧郁的状态渡过泥莲河，到菩提树下做最后的生命的回顾之后呢，他觉悟的。那他觉悟之后，他跟开始讲法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怎么样从痛苦烦恼当中解脱出去。因为当时候释迦悉达多之所以成佛，就是因为悉达多对于不断的老病死的现象他受够了，他想要超越这种老病死的现象，所以他才出家学道啊。那所以他出家学道时候他成道了，就是完全体证这种究竟解脱的境界跟智慧之后呢，他就是根据当时候他内在心里还没有成佛之前的所有的盲点，那时候那叫众生心的一般凡夫心的这种心灵上面的盲点，他整理出来啊，然后变成他的法家。我在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就经典上面的记载，释迦牟尼佛成佛觉悟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实际上他不想说法，我不能无想要讲，为什么呢？很难讲，很难讲。因为为什么很难讲呢？因为太简单了。其实很难讲的原因是因为太简单，但太简单又为什么变得很难呢？因为无明，众生不知不见，很难见的。就像他自己一样啊，他自己透过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他看到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佛陀他在菩提树下就是这样的，他原本要解决的是老病死的问题，有没有？但你看他完全进入一个非常合理性的内观，他就在内在探问，哎，为什么会有老病死？他马上感觉到那个生的那个冲力，生的现象。那为什么会有生的现象呢？那他马上会体会到内在有一种有序的不断要接续下去的那个生命之流的那个冲动，而且那就是心因。那他就问又看，诶，这个行从哪里来，为什么断不了呢？他看到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执取，诶，那这个强烈的执取从哪里来呢？不自觉的这种贪爱。然后这个贪爱是怎么样原生的呢？来自于曾经有过的触受苦乐受，
那为什么有这种受呢？他发现来自于触，要有接触，要有经验，才会有这种受的记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触呢？他发现来自于六根的这个报身。那为什么这个六根的报身呢？有这个身心呢？那为什么这个身心呢？有这种事的作用呢？那为什么有这个事的作用呢？有那种生命能的推动呢？有行呢？那这个行为什么没有办法安住下来，而不断的乱窜呢？看到没有？无明。所以他就看到说，众生之所以流转在所谓的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其实主要是不是生死轮回的问题，是生死轮回背后的这个根源无明的这个冲力，不然一切都只是生命能量的流动啊。所以只要呢，把这个无明心灵不再被这个无明覆盖，在整个六根促进的时候，就随顺这种缘起的生命现象，里头不再投射贪嗔痴，那他当下就苦昧了。那你刚刚可以回，当下就没有痛苦烦恼了。那临终的时候，保持在怎么样正知正念舍心处，心行不再投射，所以就出离三界了。佛陀菩提树下的觉悟就这么简单。但是你看，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多难？难在哪个地方？第一个，没有，从来没有升起像2500年前的这个悉达多一样，有没有想要去处理生死轮回的这样的心啊？第一点，第二点，因为没有这种处理生死轮回的心，他就怎么样，不会想要去了知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实相跟因缘。那你没有办法，没有升起去了知这个生死轮回的实相跟因缘，你就不可能升起智慧嘛。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生死轮回了，所以就会一直在这种我们说凡夫心的这种贪嗔痴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底下流转在世间，流转在三次的轮回里面嘛，对吧？所以其实不是道理上面难，那要让你看，要让众生从这种生死轮回的这种苦难当中超越出来，其实有很多的因缘条件。不摸什么出来啊？所以他根本不会有这些问题意识产生，所以那时候佛陀才会这样啊，还是卖供的，然后自己波念蛮好的嘞，所以他那觉悟之后呢，我看那个记载在南传大藏经里头，那应该是真的啦。他觉悟之后呢，在几乎有四个礼拜的时间，在这一棵大树下坐一坐，享受解脱之乐。下个礼拜又换一棵树。这个礼拜又换一棵树，又换一棵树，因为他经过那么辛苦的那个追求啊，然后到他完全觉悟了啊，所以你看他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头，他是全然的在享受那种解脱之乐。但是后来我们又从文字的记录上面看到说，又所谓的大梵天王请他转法轮，那后来佛陀答应了啊，所以那剩下来这边是我的揣测了。所以即使是那佛陀一边在享受解脱之乐的那个过程呢，他有时候呢休息下来没有在享受解脱之乐的时候，他就在想了啦，怎样讲法才会有效啊？所以大梵天王一听完他答应，有没有？那他就想了，那我现在是对谁讲法是最恰当的？能够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很快有觉悟，然后他很能说。佛陀他自己觉悟，他自己作证。那如果透过他的讲法，又有别人有没有？很快又觉悟，很快又作证。那他这样在法的这种推动上面，或者说在等于说让世人就建立这种对解脱的信心上面，那就会很快啊。那如果都像找我们这种的，有没有？佛陀一讲法，我们就睡觉，那就麻烦了，对？他不能找我们这种的，你知道吧？有那是心动惑魔嘛，知道吧？所以你看佛陀那时候他就在想，那我现在先找我以前教我禅修的两位老师，他发现他们死了，他就想那跟我一块出家的五个比丘好了，你看，他是先找说有决意啊，想要至少是脱离人间的这种五欲的这种追求，然后想要减除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开始说法，才会有效而快速。所以呢。他的老师死了，后来他就想到说那剩下那他呢？那时候跟他出家那五个比丘所以呢，他就
决定了，然后走向那五个比丘，就是苦行林边边，有没有啊？在尼连河边的五位山下面，哎，跟那五个比丘讲法，就是在这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其实到目前以后也还会是四圣地转法轮经。所以你看，他跟那五个徒弟，就是那五个比丘，第一个讲就是什么苦地。因为你们出家，他为什么这样讲？你们也出家，但是你们出家所谓何事呢？不是想灭苦吗？但是你如果对苦没有如实之见，那么你怎么灭苦？所以佛陀第一地就跟他们讲：苦圣地、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之道，有没有？本所未曾闻的，你现在要听闻，闻了以后建立如实的眼智明觉。你看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啊，你的心如果从来没有去思考过生命的这种无常生灭的实相，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用心去经验、去思维、去体验，有没有？去看清楚生命就是这种无常生灭的现象，生无常，对，老病死。然后常常会怎么样呢？你看在各种境界当中辩证会常常碰到不合意境，哎，合意的呢又常常一下子就消失，哎，别离。那常常呢所求不得，哎，在整个人间的事物上面，比如说啊，明明就想要打起精神来听法，有没有？但是就是打不起精神，这也是苦，哎，这什么被昏尘盖住，这真的是苦。我们有在禅修经验的人很清楚，真的是苦，要克服这个昏沉感真的不容易，因为精气神不足，精气神不足。那所以你只要被什么脑不太接受刺激的时候，就自然昏沉下来。所以实际上要让生命觉醒，要先让精气神饱足，心灵要有力，其实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啊，是这样。好，那你看呢？我们平常人，在生的这种压力底下，生有什么呢？包含要这样看哦，它包含的是转生、转世、受生、住胎、出生，这都在生的范围里面。那你看生了有没有？每天自己还要工作半个小时，哇！刚开始你还没办法，都要靠爸爸妈妈，可能谁塞谁留，有没有？完全是一种依赖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到自己怎么样？长大，你看你要迎生，又现在要养生，对，那要保卫你的生命卫生。但是不管你用付出多大的心血，哎，到最后都是会怎么样呢？老，就是老。我最近就经验这个很清楚了。原本哦，我那个十几年前在想啊，那我那个。至少这样，那个把书一本一本注解出来，然后到最后呢，阿含经整个整理出来了，那应该就会比较用那个说法呢，各方面会比较方便。用了我们讲堂十，我们那讲堂十一年了，好，那书也编了十本了，但是发现怎么样？没有体力啊，老了，老了。以前在一些比如说武侠小说啦，或者一些那个中国的历史上面，他们讲说十年磨一剑，一个真正在面对自己的生命的志业的人，然后愿意向佛供，找你向佛自己讲啊，对吧？那时候以为那当然啦，对不对？但是不知道十年之后你就顿慢啦，不知道十年你就开始法吐啦，对吧？就变白发啦，你的气力就没有办法那么旺盛啦。所以你看，像这两个礼拜呢，我会说，哎，大家讲三十分左右就要休息。以前不是这样，我可以只讲两个钟头啊。那甚至好像讲完法，大概顶多我们回家那个喝个茶，两个钟头到四个钟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又恢复了。现在没办法，要一天的二十四小时，刚好让里面的那个气脉转过两倍，你才会觉得稍微比较好。这叫什么？老，你知道吧？这个是老，你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啊。好了，那如果又稍微，你看最近天气不太好，这种变化很大，有没有？一下子四大不调，你可能就有咳嗽了。那咳嗽你不小心就可能变气管炎了，肺炎，那都是不小心，有没有？你看可能就要去进去打点滴。那到最后呢？你看，它就是一定要死。但是我们先看这一段，我们在生老病死光这四个现象，我们为了维持这个生，为了不要那么老，不要老得那么快，老得那么凄惨，然后呢，为了避免病，你看我们用尽多少心血来看一下，有没有？所以我们每天的生命其实都是在为了维生，有没有？为了防老，为了养生，有没有？为了避免病，其实大部分的心思都投注在这个地方。但在这样的境界里，你会发现这样用心是完全到最后就是无可奈何的。而结果呢，又常常在碰到境界的时候，你看砸掉了，跟这么样干，好不好？开始慢慢心情不好，砸掉嘛更干，好不好？开始心崩溃的吧，是不是？正常在辩证会啊，啊。啊，等来要恭维个国旗，天天嘛都没有那个抱歉的意思，有没有？哇，那你就更火了，有没有？运程会，哎，好了，那气不过了，到最后呢，突然，他怎么生病了？癌症了？哇，有没有？是啦，你看，你又很伤心。在各种境界当中，不合意的，你看你的嗔心就离开，变成会；合意的呢，你又掌握不住，随时在变灭而去，变坏而去，有没有？每天照着自己的镜子，白发又增加啦，哎。皱纹又多一条啦，那鱼尾纹又出来啦，好不好？你看怎么样？就是这样呀，哎，那你看你心里头想要的青春永驻，想要的健康有力，有没有？想要整个境界呢，多多少少比较配合你，有没有？人事物上面，你会发现你都无能为力，常常叫做什么所求不得，这就是生命实相里头的苦，有没有？其实这个是实相。所以如果你不透过，你看我们不真正用心在这个苦地上面，你的情况怎么样呢？你的经济啊，我不喜欢的我不要，我都要我喜欢的，怎么样？我刚才也不能不能被经济刚才也，那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他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怎么样避苦趋乐的，因为世间的境界，你在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别人也在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别人在生老病死，你也在生老病死，整个都是在一个苦海里面呢，整个是在一个没有办法歇止的这种苦的波动里面，苦叫做败坏，不断败坏，不断变化的这种波动里面。所以你的心，你看，你的心如果没有那个自觉，然后整个对这个无常生灭的实相臣服下来，那看，你看一下，你的心就会骚动，你的心就会不安，你的心就会有那种苦感产生，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真正去见证这个苦，就见证这个无常，没有去先应该这样讲。没有从心里头好好的去认知这个苦地，认知这个无常，心不会醒过来，会一直不自觉的想要避苦趋乐。你以为有一个乐可以让你去逃避痛苦，那其实都只是短暂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坐着，脚开始酸，哎，受不了了，你就会想挣脱。坐太久了，你看你会苦，受不了，有没有？那就是苦在逼迫啊。苦在逼迫之后呢，你看你会想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你觉得刚开始比较舒服，站久了你看看，你又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会想走一走。走一走，你要发现你走不了多久，你得有个卡身，好不好？又觉得不舒服，你就又会想坐下来。坐下来呢，又觉得那个不太舒服了，你会怎么样？你就想躺下去。你没有办法躺多久，躺一躺不舒服了，有没有？你又会爬起来，看到吗？这整个色身它本身就是有苦在逼迫。其实你们只要用一天的时间，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放下，就去感觉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就这样就好了。
其实这就是禅修，不是说你在动动禅才叫做禅修，或者你在观呼吸才叫做禅修。你如实的去觉知身体本身的这种逼迫性，你就会看到生命的实相。身体在不舒服，心就会抗拒，苦痛就升起。所以动没了啊，有没有就爬起来，爬起来呢又站不住了，就又走，走又挺不住了，就又坐，坐又挺不住了，就又躺，躺又挺不住了，你又爬起来。整个身心五蕴一直都被苦在屈迫着，就是这样而已啊。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如果还不清楚，你再想，口渴了要喝水，你为什么要喝水？就是不要那个渴的那个苦受啊。肚子饿了要吃饭，你为什么要吃饭？饥饿苦啊。其实把苦谛你把它看清楚的时候，它很深。你就是说，不要，我问你啊，你那么喜欢工作吗？还可以。你为什么要工作？跟有工作狂吗？对，还是怎么样？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工作，我们工作是为了不需要再工作嘛。用休滚，休滚的时候有钱，对不对？可以安身立命。所以工作也是为了不需要再工作啊。但是我们都没有在自觉这种被苦逼迫的这样的实相。所以呢，不自觉的在那种现象当中，对吧？然后以为可以随时可以避苦居乐，避苦居乐，避看不到，避业前生的怎么样？三长两短，有没有？只好接受了，然后到最后走人。那这就是苦谛，所以把整个我们说身体本身不断在变化，这个四大不断在变化的过程，对吧？然后所引申的。心行的苦受，那内外的境界，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你看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生命这个现象界没有你可以安住的地方。所以佛陀怎么说？这个叫做五阴在燃烧，所以叫五阴炽燃，身心在燃烧，身心一直都在燃烧。你看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燃烧。所有路边的人也都在燃烧，山上的人都在燃烧，天上的人也都在燃烧，有没有？不止众生的五蕴在燃烧，人整个山河大地都在燃烧啊！太阳都在燃烧，没有太阳的燃烧，不会有众生啊！啊，生命的实相是这样啊！啊，那好，那你看啊，这样够清楚吗？我讲的这些方式，用的这些语言啊，只是。我觉得随手可以拿来运用的，那你们要透过你们自己的身心经验，好好的去看这个苦谛，真的好好去看这个苦谛。你在燃烧，先生在燃烧，老婆也在燃烧，小孩子在燃烧，公司的主管在燃烧，你的部署也在燃烧。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这样的一个无常生灭的不断五阴炽燃的状态，而又都是没有自觉，所以怎么样呢？都被贪心、嗔心、昏沉、掉回怀疑，有没有说五盖盖住？大家都在逃避痛苦，都在选择快乐，有没有？都在追逐快乐，但是你看到吗？这样是没有出路的，有没有？看到没有？没有出。众生所选择的这种避苦趋是，其实它是自我逃避的，活在假象里面。这就是悉达多觉悟之后，要那五个比丘好好去看清楚的。所以你们想要处理人世间的苦难，但是就是这样的无常生命的境界，那你怎么出去呢？所以他就在才有极地。他说：“那你再看清楚。”所以在这种无常生灭的身心现象里里外外，你如果对于这个境界有所抗拒，你就会怎么样？生起痛苦烦恼，会苦上加苦。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于生命的这种无常生灭的实相不了解，不如实知，就陷入无明里面了。
陷入无明，无明里面，所以你会不自觉的不断的抗拒境界，或者在执取境界，所以就会变成在苦上面再加上苦，就叫做苦上加苦，是吧？这个叫做苦集，这个就是苦集，是吧？我们可以在人间里头这样体会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有没有不同意的？不同意要马上把释迦牟尼佛推翻，把他从上面请下来啊！你如果不同意苦跟苦集，你就不用信佛了。唔免啦，你慢慢甲摆，一慢就就要你摆了。他就讲，对吧？他是在传递他所领会到的这种真理嘛。那他这种讯息，你如果不同意，那他就是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陌生人而已嘛。啊，但是我们至少是我个人的哦，我对他是没有话讲，因为我大概是那种个人的那种习性。我念哲学的嘛，啊，所以什么事情呢，都一定会怎么样？问为什么？为什么？啊，啊，所以呢，你会不断的问到说，对我来讲，释迦牟尼佛的留下来的1300多篇的那些经教，我每一篇都质疑过的，其实是这样，其实是这样。啊，那质疑完之后呢，我发现什么事情，一共都对的。那我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只好臣服，就臣服了。你就是接受臣服，他讲的是对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敢讲那样的话，我所讲的不是叫你讲的，他讲的你就接受。你要经过怎么样？你听，你看刚讲苦跟苦集，这是你现在听到叫做闻。好，那所以你在想啊，那你如果对这个境界如实知它的无常生灭，所以怎么样保持如实知而不去投射贪嗔痴？你看，只有生灭，只有生灭，内在没有苦恼升起，对不对？这可以体验的，这叫苦灭。好了，那你如果懂得没有如实正见这种无常生灭的实相，所以心自觉性的转向，然后过那种精进的清净的生活。随时觉察自己的生活意识，保持在见贪嗔痴离贪嗔痴的状态，终究会达到究竟苦灭，这叫灭苦之道。好，我们先这样讲。那刚刚这样听，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也跟那五个比丘这样讲，那他们听过了，不是听了就算了，所以叫闻。现在假设说，哦，你对这个痛苦的实相、苦的实相清楚，造成这个苦的原因你也不怀疑，所以呢，主要把这个苦的话，苦的原因熄灭了，痛苦烦恼就会熄灭。因此过一种依正见而来的离苦的这种修道的生活，就能够导向苦的究竟不灭。那这就是苦地、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苦灭道集圣地。你看你第一次这样听过，之前你们有没有人听过的？有听过吗？很多同学没听过，对不对？你看你第一次听，这叫做闻，听来的，听来的，听来的不算数。所以佛陀当中叫闻所成慧，虽然呢你听到了，啊，但是呢其实它不深，虽然它不深，但是毕竟怎么样，它已经在你的思维，啊，在你的心田上面留下某种印痕。所以呢，你在触到境界的时候，也许啊，你可以好好用这样的一种思维去过滤、去反刍，所以也会因为你有所听闻，所以呢，形成某一个程度的智慧，叫做闻所成慧，听闻而来所成就的智慧。比如说，哎，你听到这个苦谛啦，你知道在境界当中抗拒，一定就是自讨烦恼了，对吧？自寻烦恼、自讨苦是的。那你触到境界有没有？你在抗拒，那你突然怎么样？看到自己在自寻烦恼、自讨苦吃，有没有？哦，你说啊，对呀，啊，这个就是佛陀讲的那个转法轮经的苦地跟苦集圣地，有没有？那这时候你看，经过你自己进一步的思考跟体验，要去思维跟体验的。那什么思维呢？就是要借由你的生命经验去跟佛陀的这个四圣地的思维去做对比。去检查它，意思就是说，你要检查用你的生命的经验检查2500年前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在做的就是什么？叫做思所成慧，
透过你的思想生命的经验来检证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些法教是不是跟你的生命经验是符合的。那如果符合的是符合在哪里，不符合的是不符合在哪里，到底是你比较对呢，还是那个释迦牟尼佛比较对，你要自己去确认。那到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随时能够去体验到这个苦，然后看到苦集，然后所以呢自觉性的断贪嗔痴，体验这个苦味，你本身这样子在运作你的心情，其实就已经在修道了。所以你就能够随时进一步怎么样呢，越来越深的体证到这个苦地、集地、灭地跟这个道地。那你有所体验的见证的当下的这种苦灭的状态，然后如此之间这整个苦灭的过程啊，你能够体验到这个叫做证。所以刚刚你看它有三个层次，我们一般在讲三转法轮是这个意思啊。第一转，你看第一转，你先原本所未曾闻，从来没有听过四圣地的概念跟名相，也不知道四圣地里头的这个内容啊。那你现在听到了，你看闻，第一个阶段是闻，听了之后呢，进一步用你的生命经验、人生经验去检查、去汇通这个四圣地，所以你会有一些心得，这个叫做思。那你进一步体验跟检查了，你有思所成慧，由思想而来所建立起来的智慧。然后进一步，因为你已经经过你的思想检证过了，所以怎么样，要落实在你的六根处境上面，身口意行生活上面去进一步去体验。那叫你们这第三章好不好，一个是听，一个就是经过你的心的观，你观思维跟体验，接着变成你要去修正的，要去体验的。所以在住到境界，然后随时去观察无常，那当下里头去内观自己的心行，哎，是不是看贪嗔痴的升起，看贪嗔痴的缘起，哎，然后看贪嗔痴怎么样熄灭，你看你就会去体证，进一步你就能够去体证到四圣地，这叫做修所成慧，不？所以它这是三转十二行法轮是这个意思，你看它三个层次，然后都是四圣地，啊，所以先闻之后啊，经过内证思维，哎，思维，然后呢，在生活上面去体验、去修正，修所成慧，啊，那你的心，啊，就能够真正建立起这种四圣地的思维。那你会发现其实四圣地的思维是什么呢，你就看出来了，生命它是一个无常生灭的这种身心的流动，它这个之所以会有这个无常身心的流动呢，来自于哪里呢，没有正确的了知这个无常生灭的现象，因此呢会不自觉的在生命经验升起的时候呢，在无明当中投射贪嗔痴，因此在当下的境界就会有苦迫，未来呢会有继续的生死轮回，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法住智，就是呢你就能够了解生命缘起的这种智慧，那时候你会进一步，你会体验到说你会思维，先思维然后去确认，所以呢如果如实了悟了这个生命的这种无常缘起，因无明而苦上加苦的这样的一种生死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只要自觉性的依据这种证见，而随时在六根处境的时候断除贪嗔痴，他就能够体验到当下的苦灭，直到最后怎么样呢，完全究竟苦灭，终止生死轮回，就这样，这个叫做涅槃智。涅槃不是很复杂的意思，涅槃就是内在里头完全没有贪嗔痴，因此不再有那种无明型的那种投射了，所以苦昧啊。好，那你看啊，一个人一个修行人，你看从来没有听过四圣地，一到话都了解像生死轮回因起相应，他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他不了解生死轮回的因，他有没有办法处理生死轮回，也没有办法，从四圣地的思维就很清楚看出来，对不对？好，那一个人
听了这种四圣谛的这个法要，他听了他内证思维，而怎么样？内在有所体验，然后怎么样？心转向。他知道生命呢，如果继续投射这种无明欲贪，哎，那就不断的流转在这种生死轮回当中。那如果把无明欲贪呢，给彻底熄灭了，苦就熄灭了。那他在当下里头体验到刹那的这种苦究竟熄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没有贪嗔痴的状态，涅槃的状态，这样的人叫什么呢？见法，这就是见比较深度的这种见法啊。所以呢，他心灵里头，他确定他知道了，他完全知道了生死流转的因缘，这个叫法住智。生死流转是可以熄灭的，苦是可以彻底永灭的，这个叫做涅槃智啊。所以那五个比丘。听佛陀这样讲完之后，其中有一个叫做阿耨居林，他就见法开悟，证得出果须陀洹。所以你看，在佛法的这种教授上面，它不是金黑米耶，它是怎么样？是很深层的，深层的什么？你要用深层的内观去跟佛法的法相去交汇。那所以呢？再讲，佛陀在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不是只有这样，像我们这样讲不到40分钟，不是安慰，经文记载的很短，但事实上他讲了好几天，将近应该是一个星期左右，讲说为那五个比丘开眼什么是苦地，什么是极地，什么是灭地，什么是道地，对不对？然后一定那些比丘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想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讨论，那到最后，他们无疑的，其中一个阿耨居里才会见法开悟，证得出果须陀洹。啊，所以呢，在那个佛陀在跟他们说法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就变成他们五个嘛，哦，那佛陀说，哦，那比如那个时间到了，然后两三个比丘先去托钵回来，就给6个人合吃啊，然后佛陀继续说法，然后隔天呢又另外两个人出去，然后又托钵回来大家吃，这样将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情？你看啊，光好好的去思维体验四圣谛，佛陀跟那五个比丘有佛陀在哦，佛陀在教，随时他们可以问，那五个比丘就要用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而其中才有一个去怎么样证入出果须陀洹。那如果你看啊，那五个比丘还是都怎么样？那种出离这种生死苦海的意愿算很强哦。那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就是说这个四圣谛的这种思维，其实世间就不会有开悟见法的人。我的意思是，四圣谛虽然就叫做四圣谛，刚好四个字苦集灭道，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这样。你如果真的参透了，你的人生就断疑了，就不会有疑惑了。不止你的人生断疑，不再有疑惑，你对生死轮回也不再有疑惑。不止你对生死轮回不再有疑惑，你对怎么样停止生死轮回也不再有疑惑。所以是要很用心的。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好，我们那个开始上课。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觉悟之后，第一次的讲法就叫做转法轮经。转法轮经转的其实就是四圣谛。所以事实上是这样，并不是像后来是晚期佛教里头讲的说，有所谓的像好像啊，现在是末法时期，其实不是这样。你的心中如果能够转起四圣谛的时候，正法轮它就转动了。它法它不是历史，法是一种真理的讯息。至于这种真理的讯息能够在什么样的历史因缘条件底下，它有什么样的展现，那是历史问题，对。但是法这种东西，就是你在心灵转起的时候，法就升起了，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事实上，你只要等于说，只要我们说活着的人。不断的，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哦。
不断的在自己的生活上面，不断的在经验次生地，在体验次生地。你看你当下在转起的就是法轮啊，你当下你看你见苦，见苦集，体验苦灭，对，所以活自觉心的活在这种灭苦之道的上面，你看你就在转法轮啊，你的心就一直在转法轮，所以事实上呢，没有所谓的末法时期，这是一点。那再来，我刚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说，你如果认真去思维体验次生地之后呢，你就会对于生死无惑，跟对生死的熄灭无惑呢，就是因为佛陀转法轮之后，五个比丘里面的那个比丘阿莫居里，我们后来翻叫做乔成儒嘛，然后呢，他证得出国须陀洹，所以在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你看啊，我们现在讲，在佛法上面修行的第一个位阶，哎，他持戒，哎，远离这些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哎，离贪心、离嗔心，然后怎么样？有正见，持戒。然后再加上这个正见，正见什么呢？正见生死缘起的实相，就是苦的原生的实相，跟见证苦怎么样缘灭，怎么样让苦彻底熄灭的这个究竟真理，他就怎么样？他就证出果了，他就证出果。乔成儒就是这样证出果的。所以在修行上面，其实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宗教师，他把它讲得很难，并没有这样。在原始佛法上面，我们还特别把这个转法轮经、跟在原始佛法上面呢，大概、听法之后呢，开悟见法或者证出果的这些例子呢，我们都把它编辑成一本书、你们有没有人要的？那我下礼拜带过来，只有一个啊、那我下礼拜带一本就好了。大家不好意思吧、那就下一段我带二十本过来了、然后就是供养大家这样。那其实呢，讲说透过持戒，然后建立起真正的正见，所以会怎么样呢？你看你会断除身见，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身心呢，它是一个无常缘起的一个能量的这种流动的显象而已，而之所以会有不断的身心的缘起，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里头发现的怎么样？因为无知，无知与这样的生命实相，所以呢，因缘与无知而会不断的投射欲望。啊，所以呢，你只要如实知见这样的生命实相，然后呢，把欲贪熄灭了，当下可以苦灭，未来可以怎么样？就近解脱生死轮回，对这件事情呢，完全没有疑惑，所以会怎么样呢？断除身见呢？有没有？那你就会知道，那你共当条，所以呢，你就会对于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痛苦烦恼减少，不再有戒取的现象，你就会感觉说啊，是我歹命啦，所以我要来忏悔啦，所以我要规规千遍啦，一天每天108拜，有没有？然后这样呢，我就能怎么样？我就不会这样了。就是让心灵上面彻底熄灭苦的这样的正见呢，你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会呢执取一些与苦灭与让心灵解脱无关的宗教性的戒取，所以你看你的戒取会断，那你断除了身见，断除了戒取，内在里头对于生死流转之因跟熄灭生死流转之道完全没有疑惑了，有没有断疑啊？所以你断除身见、戒取、怀疑，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的心里头确认了四圣谛，所以你会真正知道佛法，你会真正知道法。那你真正知道法，你就知道说真的有那个究竟解脱的佛陀，所以你也会对佛陀产生怎么样坚定不移的这种确认，这叫四不坏见性，对佛陀确信，对解脱法确信。然后对透过修行达到这样的一个解脱的方向，有这种修行人你确信，然后怎么样？所以知道懂得自觉性的去持守自己的身口意行圣戒成就，有没有？所以呢，你只要真正能够通透了四圣谛，现观四圣谛，
得法住智，得涅槃智，自然而然会对佛法、对佛陀、对修行之道、对自己的生活、运行的品质，有没有乐于去奉行？所以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正德出果须陀洹。那正德出果须陀洹有什么样的那个特性呢？在阿含经里头这样记录，这种人呢，顶多在生死的道上呢，顶多在流转七次，在人天往返七次，等于一个一个去细量的这款道心，他就会终止这种生死轮回呀。所以为什么说哦，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舍利弗呢，他是佛陀的大法将啊，对，左右手啊，跟大目犍连左，目犍连是左手，他就是右手；如果目犍连是右手，他就是左手了。他教法传法给人家呢，大概那个修行人，舍利弗如果确定他见法了，证得出果了，他就放手了。为什么？因为他就会自己上路了。你只要证得诸果须陀洹呢，你看刚讲的是什么？对于生命的实相跟对于生命的显相啊，显相就是原生的这种轮回，对，然后实相呢，你能够去体证这个涅槃，完全无惑啦。所以对佛陀无惑，对佛法无惑，对修行的方向无惑，然后你会自觉性的持守自己的身口意行，有没有？你的免疫转啊，剩下来的就是你的习气而已。你说那此世或者说累世以来特殊的那种习气，在六根触到境界的时候，贪嗔痴的习气生起了，对。但是你懂得法了，所以怎么样？你内在里头会想要把这种痛苦的这种贪嗔痴，痛苦的根源连根拔起呀、啊。所以你会自觉性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嘛，就是你会见苦恼，会想要去离苦恼嘛。他说：“你想见苦恼，离苦恼，有没有？所以慢慢就把你的习气给断除啊。所以你习气给断除，或者它越来越薄，所以就会贪嗔痴越来越薄嘛。所以证得诸果须陀洹之后呢，你在生活上会变成怎么样？会去自觉性的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就会进入恶果的阶段。然后慢慢的呢，透过这样的过程，到最后对这个人世间的这种五欲啊，不再有贪染了，所以你的贪心就熄灭了。”这叫正德三果阿那含，但是呢，在六根触境的时候呢，都还是会有那种自我感升起，是越来越弱了。这叫维系我慢啊。他说，那连这个慢到最后都断除了，那你就正德，像佛陀他们那个样，叫做阿罗汉嘛，不再有贪嗔痴升起，不再有无明我慢升起，所以能够就近解脱生死轮回。这就是说，为什么说舍利弗呢？他教人家。他只要确定这个人证得出果须陀洹了，他就放手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认真来讲，证得出果须陀洹的时候，也等于怎么样？就已经注定了，就是受记了，自己可以受记，终已经可以终止生死轮回，顶多七辈子了，是这样。啊，那我们同学说我没有想要终止生死轮回啊，对不对？没有人想要这样，但那你至少知道一件事情了。所以如果在这种六根触境的过程当中，对，有这种无明欲贪的升起，你看你就会升起 不必要的这些痛苦烦恼，那你至少可以怎么样呢？自觉性的对导向于贪嗔痴的投射的力道让它减弱，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导向自己跟别人痛苦烦恼的减少，对，导向于少苦离苦，那至少怎么样呢？自利利他两利，要听什么？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先这样讲。所以随时哎，在我们的心灵上面，也就是在六根触境的时候，去观察，观察什么是苦，然后什么是苦集，什么是苦灭。那你有一天你看到的苦集跟苦灭，其实你的心就自证灭苦之道。这个叫先观自证谛。为什么是这样？在道地，一般在佛法里头就叫做八圣道。就是八正道，你看，第一个道地的第一个是什么？正见，你看，就是正见生命的实相，正见无常，正见苦集，哎，正见苦可以灭，正见苦灭，你看，这叫正见。那看你心灵上面见，真正建立起这种苦的因跟苦的缘跟苦的习灭的因跟缘，所以你在六根触境的时候，
如果能够依正见来守护你的身口意行，你随时都可以让痛苦烦恼降到最低，有没有？所以依正见而来的第二谛叫做什么？叫做正智，正确的志向。那一般在传统佛教叫做正思维，正确的思维，正确的看待自己当下的这种状态，它的因缘跟果报。比如说什么叫正智呢？你看，你如果正见了无常生灭的生命实相，那你也确认了在境界当中，如果随时投射贪嗔痴，就会增长自己跟别人的痛苦烦恼。哎，那什么是正确的生命导向？就出来了。所以在六根触到境界的时候，就变成自觉性的导向于贪嗔痴的习灭了。这就是正确的面对生命的态度跟方向了，对不对？所以这叫做正智。所以我把正智把它，就把它那个更精确的啊，把它那个表述成说叫做正确的生命导向。但这是只是着重者个人的定义了，目前佛教界里头没有人这样讲。那我之所以要这样讲，不是标榜我自己啊，我说我这样讲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透过对于生命实相有正确的了知，你才会有正确的生命导向。不然你看看我们一般会为什么？为了满足自我在过人生呢？因为要跟人家争啊，满足你的我慢啊，对吧？那我们从佛法来看，那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生命的导向。正确的生命的导向是怎么样呢？导向于自己跟别人的少苦离苦，甚至呢通达究竟痛苦烦恼的彻底熄灭，对，这可以是一个在家人的生活，可以你看，可以是你跟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你跟你先生之间，不管有没有大三小三，对，你可以怎么样，在这样的这些状态当中，已经发生的状态当中，导向于自己跟他人的痛苦烦恼的减少。那你会升起不一样的智慧，你别等他如如个地步把他，好不好？啊，如个门下拢变苦啊，那样啦，那很苦恼的。那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啊。哎，表面上你现在知道，哎，人际之间你知道他是你的小孩，但是你的小孩他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啊。那怎么样在彼此之间的招逢啊，导向你自己跟他痛苦烦恼的减少，然后能够智慧增上啊？所以都不是为了什么。面子问题啦，金钱问题啦，我慢的问题啦，不是有这些嘛？看，这样才能够真正啊导向于生命的究竟苦灭。所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生命导向，叫做正智，正确的生命方向，我是这个意思。好，那你看，因缘与正见生命的无常缘起，所以有这个正确的生命导向，所以就怎么样呢？你得为我别恭维啊。正语就会自然产生，你就不会说颠倒的话，啊，你不会去讲那些跟实相颠倒的话，啊，你也不会去讲害人的话，然后也自觉性的去远离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啊，所以正语才有可能产生正义啊。所以那句话哪不正确，在佛法里头没有真正建立正见，啊，没有正确的生命导向，你叫他说说话说正语其实很难。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其实正语很难修，正语的基础在于正智、正见跟正智。我也我给恭维，那因为有这种正见跟正智了，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正再下来就是正业，就是对于自己的身口意的这种行为，有没有？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持戒啦，远离杀生，远离偷盗，远离邪淫，对，远离妄语两舌，其余恶口就变正语了。那远离让自己的心神常常在那种不自主的那种迷醉里面，所以就尽量会去少喝酒嘛，也就会变成怎么样呢？你就会非常自觉性的端正自己身口意行的品质，这个就叫做正业，有正确的行为导向，好不好？等于说你的行为跟你的语言它是同样的，你的行为跟你的语言都是为了导向自己跟别人的少苦离苦跟智慧的增长，那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你的生活就叫做正命，包括就叫做你的职业。所以你的职业你就去选择，哎，这款对世间人不好的职业你可能就较不爱做，对，
对众生呢有伤害性的行为，啊，那种职业呢你可能就不做。比如说你就会自觉性的远离那些杀生啊，有没有？那些那个贩卖毒品啊，贩卖酒啦，啊，中介男女色啦，啊，有没有？就那些会增长世间的愚痴的那些行为呢，你看所形成的那种职业你就不去做，所以你就会正命而活，这叫正命，你看不好？所以基本上一定是透过建立正见，然后呢有了正见之后呢愿意落实下来，所以会有正事，才会有怎么样正语正业正命，看那样的一种生命形态的话，它本身就庄严了。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变成非常具有高度的自觉，所以怎么样呢？随时自觉性的看到如果自己有这些恶不善法升起的，对，所以就会去断除它。恶不善法如果没有升起，有没有？你每天跪回起来，你就去让它不再升起。那如果善法没有增上，你会让善法升起，升起了之后呢，你会让它增长广大，有没有？这就是精起啊，正断啊。等透过有正见有正知，你看我们会自觉性的让我们的生命品质，也就是身口意的品质呢，导向于怎么样？自庄严，自己庄严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身口意行，透过这个过程法庄严，然后你看你就能够庄严这个国土，他庄严，庄严人间，是吧？金刚经里头庄严国土即非庄严，其实都是按那款叫法度，知道这个意思吗？那建立了正见，有正确的生命导向，所以我们不断的自觉性的离恶向善，有没有？直到怎么样呢？连超越善恶的这种对立。他说要达到这样不断的自觉性的离恶向善，有有增长自己身口意行善向正向的品质，要怎么样？正念呢，就是四念处啊，随时觉察，觉察自己在六根处境的当下，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的身口意行，所以你要正念呢，就修四念处。那如果正念到当下，看到贪嗔痴升起，哎，能够很自觉性的调伏贪嗔痴，哎，或者呢已经见法入流转向了，能够随观随断贪嗔痴，让心呢随时能够见贪嗔痴离贪嗔痴，随时进到无贪无嗔无痴的状态，心随时保持在那种平衡舍心，啊，这就是修学正念啊，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呢？心就能够镇定，定就是一种稳心灵的一种稳定度。那世间也有世间人的心灵的稳定度，比如他的心呢稳定在每天有没有那个红色的数字或者绿色的数字的起起伏伏，在股票市场上面，黑马是其中点，我爱捡米奇哦，对吧？世间出毛爱也点点啊，更何况这种依正见而来，导向少苦离苦的这种生命之道，所以叫正定。正定是指这个定，把心稳定在正见里面，而导向于痛苦烦恼的减少跟就近熄灭，啊，所以这样你看，透过了解深入苦地，体验到苦上加苦的原因来自于无明跟欲贪，所以如果断除了无明跟欲贪，就像菩提树下的悉达多一样，六根处境的时候就变成只是六根处境了，啊，见闻嗅尝处就只是见闻嗅尝处，它都不会有贪嗔痴升起，所以呢就完全活在灭苦之道里面，啊，所以这个叫做四圣地里头的那个道地八正道，对吧？这样清楚吗？那你看你懂，所以如果你透过比如说像今天这样，诶，大略这样听一下，那你用你的生命经验去思维苦，去思维为什么我那一阵子呢老是痛苦烦恼那么多，有没有去看那个苦集，造成你痛苦烦恼的那个苦集，那你至少从过去的经验你会知道说，诶，我那时候如果不这个样子，你看我的苦就不会产生，对吧？去体认一下，确认一下怎么样可以苦灭，啊，所以你就看到说，所以如果我在当时候保持在正见，然后正念当下，然后不去投射贪嗔痴，就不会有痛苦烦恼产生，不是吗？你看你就会确认道基哦，你就会确认苦灭的道路哦。好，那王者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呢自觉性的，
随时守护自己的心，有没有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在六根出境的时候可以见贪嗔痴离贪嗔痴，也就等于随时怎么样看到苦，看到苦集，然后你能离贪嗔痴，对不对？然后你能够体验到那个苦灭，所以就走在苦灭的道基上面。其实这个就是修学佛法，其实这个就是禅修。禅修不是说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禅修。啊，其实这也就是像那个六祖慧能讲的一样，在六根触境的时候，你能不能达到无念无住无相？那无念无住无相比较不好说，好，我们直接讲说，在六根触境的时候，你能不能只是如实知这些现象的缘起，而不没有任何贪嗔痴的投射？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守护六根的如来禅，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佛法的这种修学上面，深入四圣地，好好的体验四圣地，其实不是为了佛陀，是为了你的自心，心的苦的熄灭。佛陀有一回问人家，他说有，他说一个人，他说一个人如果他这样讲，他那个从那个一个大水池里头问什么罪，佛陀常常这样开大家的玩笑，他说啊，比丘啊，你们认为我手上的水比较多，还是池水比较多啊？当然池水比较多嘛，这还要问，对不对？但是佛陀常常这样。那为了让他们建立很明显的、明确的那种感觉，他说，一个人当他见证四圣地之后呢，他所灭的苦，就好像呢，那个我手上的水跟这整个池子的水这么多，这么难以比较。这样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真正见证四圣地的人，他就是证得出果须陀洹。证得出果须陀洹的人，顶多七世他就会终止生死轮回。那没有终止生死轮回的人，你看他会在人间世里头随时处随时贪嗔痴升起，有没有？会继续造很多业，造很多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佛陀呢教人，或者舍利佛教人，你看他基本上就让你证得出果须陀洹，他们就会松手，就是这个原因。那也就是因为佛陀看到说，众生如果没有去现观四圣地，见证四圣地，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没有出路的。而没有出路的生命就不断的在生死轮回当中浮沉，浮沉在生死轮回当中就不断的不自觉的造这些善恶业，会随着善恶业而流转。这是佛陀的经验，所以他讲过啊，历劫求选择，存苦无暂乐。他曾经在无始以来的生死轮回当中，有没有不断的在辟谷俱乐，辟谷俱乐啊，但是到最后呢，他觉悟了啊，才把这个生死轮回的锁链整个解开，他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说同学都在修学这种学习这个原始佛法，其实原始佛法直接的最有力的那个正思维的那个要点，其实就是四圣地，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经过觉悟之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他整理出来，第一次转法门就转四圣地这个法门经之间。好，那么那个谢谢大家了啊，请到这边。